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无数次的痛苦挣扎，无数次的跌倒伤疤，是认命还是选择面对人海中早已傻，眼泪也曾划过脸颊，哽咽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也要挣脱命运的枷锁，在坎坷我也不怕。看多情和永不落下，没什么会让我感到恐惧害怕，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错了，集结地点那地图怎么可能发错啊？刚才我才发现还有一张地图，也许是拿错了别的版本。你这家伙竟然还说得这么轻松。白凤同学，你先别激动，当务之急是赶紧通知老师找到楚凌霄。好，你去通知窦英老师，其他的都去找人。白狼和斗破男呢？这个蠢货总是给我找麻烦。分开，学长。你别挣扎了，那两样外来的幻魂力对你来说负担太大，导致你经脉俱损，气血回流，日积月累，最终爆发，再用会要你的命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？别急，我先来问你，那两块石头是否在你身上？你是纯色帮？哼，我如果是纯色帮，你现在早死了。回答我，是不是？是，不过那石头变成奇怪的东西了。很好，你怎么知道是两块？这不用你操心，那两块石头名为硕石，本身并没什么特别，但他们合成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把钥匙，是找到碧玲珑的关键。碧玲珑，上一次天魔大战之后，幻界王封天晴借助三界上古神器才建立起了防御屏障，而碧玲珑就是那三件神器之一。简单点说，它能够解开你体内的封印，恢复你自身的幻魂力。什么？我该走了，纯色帮的增援马上就到了，不想死的话就把它吃了，救个急还是没问题。在这儿呢，嘿，就是他。兄弟们给我上。点点，找到了。身体真的恢复了很多，他还是觉得特别沉。哎，好漂亮的蝴蝶啊。
傀儡，完全未知的家伙在接近楚凌霄，必须立刻告知院长大人。要我说啊，我们去找窦英老师吧，那帮家伙越来越过分了。算了，毕竟是私斗，我已经背了一次处分了。那他们再来找你麻烦怎么办啊？这纯色帮怎么就盯上你了啊？因为纯色帮也早就盯上了碧玲珑，所以一直在搜集硕石。那碧玲珑又在哪儿？那东西并不存在于这个空间，纯色帮那帮蠢货就算有了钥匙也找不到，但是我可以。可能就是因为我赢了幻四，还堵了他们的房子。切，真是一帮输不起的家伙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这事儿啊，你还真得谢谢那个斗篷男。虽然他平时特别讨厌。小心！这是？你就是楚凌霄吧？真有你！我那么多手下都败给了你，我北川大人不得不亲自出马了。北川，这家伙是纯色帮的帮主，果然如那家伙所料。看来你的小伙伴对我的幻术还不是很了解呀。如果你一早交出硕石，你就可以不死。不过你伤了我的人，折了我的颜面，少一个人知道我在寻找硕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硕石给我，给你留个全尸。看来我只能从你的尸体上找了。该死！快点啊！再见。楚山走！你们都没事吧？都不能，你可以啊！快跑！这感觉有点熟悉。总高，大意了。嗨，好久不见。果真是你，你们，小狗。北爷，硕石不在这小子身上。说，我的硕石在哪儿？慢着，有个奇怪的东西。
居然是钥匙。天意，这是天意，有它我就能找到碧玲珑，整个天武学院就是我的了。院长大人，你这么多年都不肯承认我北川，你等着吧，等我拥有了这天武学院最强大的力量，看你能奈我何。至于你们几个，很抱歉，该送是上路了。凭你也配踏进我夜王府？